你找一个比自己小5岁的小逼崽子有啥用啊？我有劲儿啊。他能有啥劲儿？他能有我有劲儿啊？你俩的劲儿不一样啊，那后天练的跟天生的，那能一样吗？老妹儿，你想要啥，哥都能给你。你给不了，你啥给不了的？我不比你这小逼有钱。你有钱有啥用啊？那咋的？来，我现在问你个问题啊，假设你跟男性朋友出去吃饭了。这个时候你应该说什么？哥只教你一遍，上。宝贝儿，你出去玩了，我不管你，让我告诉你。那对吗？对。哥只教你一遍啊，没有我的允许情况下，你能出去吗？不能。就算我允许了，你为什么要和男性朋友出去吃饭？我没跟男。放肆。没有。犟嘴。加你手头第八条，背一遍。老公说东我不说西，老公是天下第一。他干啥去了？买单去了呗，干啥去了？我就没明白，他到底看上你啥了呀？我都告诉你了，那后天练的和先天那能比吗？姐妹。